那胶带拿着，违禁品带。胶带，再拿个胶带。这么多胶带，舒服了。有木头了吗？没有，一个没找到。做个支架，我再挖一波，马上可以挖出去了。马上咱们就越狱了。门开不了，需要两个人扛门，双人越狱。这有狗，我先回去吧。我的狗闻到我身上的气味了。口粮、违禁品袋、胶带卷，胶带卷，黄色的塑料尖钥匙，黄色钥匙，两把搓刀，一个警服，一个睡觉假人，仿制的隔墙。带个违禁带吧，有木头吗？一个。找人买，找人买，找人买。等一下，我去找犯人买。鹿晗这边卖东西，我看鹿晗这边卖什么。没有。黄海波，没得卖。还有谁卖东西？这些犯人卖东西的不多呀。没有，我就把你打晕。郭美美，打这个郭美美。哎，陈浩南卖东西啊，陈浩南卖木头，95块钱，真贵呀，大哥，你真是我的浩南哥呀，买不起。我要引发一波暴动啊，老大！我要引发一波暴动，把那个心给他消了。不引发暴动了。打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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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阿蛋打卡去。我身上东西很多，打卡明天就消心了。你打卡了吗？医务室的，那凉了，4星了。那我就打个警察吧。我操，没体力了，我操。我也去医务室了，被揍到医务室了，好难受啊！又跑不掉了，跑得掉啊？怎么跑不掉啊？还跑不掉了，瞎搞！主要是没有体力，不然不可能打不过啊！你呢？你哪里啊？打卡呀。工作时间打卡去吧。我必须要引发一波暴动，引发一波暴动才行。考个5星吧，削土豆去吧。我在考虑，马上点名了，点名了到天亮就会消星，就会消2个星。现在4星我们是不能动的，4星动的话我们带违禁品。你看都警犬，成龙。他们这木头卖的太贵了，木头。我去赚一波钱，等一下啊，柯震东，为柯震东找到手帕。柯震东，手帕，找到了。
打我吧，打死我好了。哎，我收东西的时候老是被这狱警看见，这狱警你妈眼睛怎么那么尖啊？有几个木头了？我有两个了。你两个吗？我刚刚哎，我也有两个，明天可以挖地道了，继续挖地道。给我给我，等一下，我们天亮之后交易啊，天亮之后交易。我先找波柯震东。啊，现在给我吧，现在给我吧，来来，到我的牢房，给我一根，给我一根木头。一根，好，够了够了。哎，谁把老子床单全收了？谁收了老子的床单？王宝强，他过来干什么？站我桌子上面干什么？想死啊你！老子可是蔡徐坤监狱一霸。是不是想死啊？来，出门出门，看过门没卖什么？他妈木头卖的好贵啊！他妈木头，啊，看到柯震东了，我赚了25块。吴孟达，看吴孟达什么任务？苏打水交给洪金宝。将罐装苏打水交给洪金宝。没有啊，没有苏打水。给他瓶牛奶。堵住周杰伦的马桶。回牢房吧。睡觉就可以消心了啊，把周杰伦的马桶堵一下，可以可以，这个简单。来睡觉来，好的。